观众朋友，在奥克兰的部分地区的居民今年以来呢，纷纷发出了投诉，指出呢，飞机经过相关的居住区呢，发出的噪声呢太大了。我们来看这方面的资讯。Mangere Bridge 居民和纳税人年度会议呢，在本周举行，奥克兰机场飞机噪声太大，成为热点的讨论话题之一。有居民表示，在最近的几个月，奥克兰机场飞机飞过头顶，噪音很大，这让他们苦不堪言。机场方面回应时表示，噪音问题可能被媒体放大了。机场正在进行飞机航线调整，争取避开居民区，通过工业区和马努考港起降飞机。这一项目启动于2012年11月，将在今年10月完成。在测试期间，机场收到的投诉事实只有2宗。机场方面同时强调，与噪音相关的投诉90%可能与旧航线有关。